得到那个要带当地买的那个圣水，他那个地方有一口井，那个井里面打出来的泉水啊，就是圣水，洒到人的身上啊，这个啊没灾。像我们这个像这种这个啊伊斯兰教的这个是这个圣殿教这个穆这个啊这个他的这个殿堂啊，在现在我们西安还有一座，啊，他没有这个圣像啊，倒不是穆罕默德的手指，还有是穆罕默德的墨掌一个坟头。那么他呢这个那个庙里边我去看过。我去看过，呢，他们是有一口井，打上来以后啊，他的那个井呢就分给他，这个瓶子带回去，他一般呢是一家人呢来一个，很少大一全家都出动，因为除了旅行呢去朝圣呢还有很多经济负担，一般呢就是足够了资金呢一个人时啊，他回去啊就拿这个装那个圣水，那么你这个呢，中国呢就把它学过来以后呢。你要把它做成了这个，你看这是一个蒲手，啊，这是一个洞，鼻子，这是你牙齿，这是眼睛啊，中国一个兽头，有蒲手的，但是脖子的连珠纹，这个叫脖子叫连珠纹，这个叫忍冬纹，啊，这个形式，所以呢就做成了蝙蝠，蝙蝠呢我们这边呢一般是装药的，或者是装那个装油啊，或者装什么东西的。啊，这个做得很精细，这个呢是属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遗证，那么这样的一个让我讲，啊，这也是一个隋代的一个雕刻品，这个是要记忆，隋代那个胎壁比较粗，比较厚重，然后呢玻璃之墙，这个开片呢比较张扬，开片比较张扬，但是呢磨用手磨起来它不拉手，它是很光滑的，这也是让我讲，这是这个偏金啊，这是这个啊李金训墓里出的那个双门针啊，双门顶针，这个就是这个西安地区，这个啊就是啊再往下，你再啊往下啊，这个是隋代的一个啊，再往下看啊，这个呢是隋代的一个这个隋代罐子啊。那么这个罐子呢，一般呢，因为做假呢比较少，因为它比较笨重，而且不太值钱，经济价值不高。但是呢，它很有历史价值。它是分两节做的，这里拿手从弹进去，它有接缝，然后呢，它这里安一做好的以后，它那个安一个柄，所以它的工艺很简单。它一边上面做一个碗，上面做一个大碗，然后两个一扣，这个接缝，然后呢安上个两个。四个很茁壮的耳朵，这个跟那个同志们这个啊讲讲这个有一个判断时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那判断时代的很好的依据呢，就是这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耳朵，这个耳朵呢很粗壮很着实，如果这个耳朵的高度高于这个口缘，耳朵的高度高于这个口缘，那么我们呢在西安真理那个唐墓，真理唐朝的墓葬出土了这个那些东西啊，我们呢这个就挑出来了有纪年的，就是哪年埋的那个墓葬，那么有纪年的那个墓葬啊，出土的东西啊，我们把它画到墙壁上，把它画出来发展出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3岁，我就排列出来了唐代器物发展的规律，隋唐器物发展的规律的演变图，那演变图发出来以后啊，后来呢，为什么发表现在全世界都用，日本也用那个，我们中国编陶瓷史也用这个，故宫博物院那陶瓷馆参观，它就有那张图挂起来，历史博物馆以前同时成立也有那个图，那个图就是我画出来的，就是我把它排出来了，我那时才23岁排出来，还有它的器物的演变啊，器物演变规律的那个好像。那这个是最典型的北方的很粗壮的，你看这个耳朵就下了，这初唐时期的四个耳朵全在底下，那它这个弄错了啊，它这个耳朵下，这初唐时期的啊，它是基本上是隋代的工艺，但是它时代风格的变化，那么它这个粗壮的旋纹，像这个是哪个生产的？就是北方生产，有几个地方，有山东
一个安徽，安徽呢淮北，就是淮黄河以北，还是属于这个北方地区。在淮河这个地方啊，安徽这个地方很奇怪的，大家知道这个安徽是属于我们是应该是一般南方人吧？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安徽人，安徽的朋友的，你问他，我是安徽人，那你再问他，你南方人、北方人，凡是安徽的朋友，他一定说我是南方人，对不对？有没有安徽朋友在这里？有吗？是不是？啊，这个是隋代的，这是典型的啊，上面尖兽，这兽比较这一个图腾，然后呢，就很坚硬啊，很坚硬。啊，这个耳朵呢，上面，这是这个啊，隋代啊，隋代的这个穿跳，这是隋代的白瓷，那个翠鱼啊，隋代白瓷的翠鱼，又叫破鱼，就是工人土坛用的。这个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但是这个瓷器啊，这个透鱼还是不脏的，因为它洗干净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啊，它不常老垢，所以呢，还有呢，经过了1000多年呢，埋到地里啊，那个细菌呢已经腐化了，啊，已经腐化，所以那个脏了，它也都不脏了。所以有的人呐、啊，他有收藏什么好东西，就是不收藏透鱼儿，现在透鱼儿是没什么。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透鱼啊，因为它有卫生习惯了，那么它的透鱼儿就放在地上。放在地上，现在连那个都不要了，都投到纸里头，扔掉。那么那个时候的用啊，他是仆人呐、啊，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的，是的，他顾不起来，他就放在书桌上，放在书桌上。那么这个贵族家庭，他就有一个仆人拿着，当他要吐痰的时候，那个他就从那个再拿过来，他抱着去，那细菌呢就这个。但是呢，他到时候他拿去倒，第二天应该讲，那是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在博物馆里的新生来的大学生啊，你搞陈列的时候啊，你让他拿着拖，他不拿，这么脏，他说这么脏，我拿着干嘛？我说那不是，那很宝贵的，那是白瓷啊，你现在可不能那个用那个卫生用具那个概念来看它，这是宝贵的文物。你像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贵的，器型做的，器型做的非常的漂亮。而且有个盖子啊，这种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一件东西。所以今天这些东西出现了，大家不要拒绝，大家不要拒绝，基本买到也可以。它应该很贵，还非常的贵。我想，这是李军旭墨出土的这个南方越州窑生产的啊，那个印花的啊，这种白瓷。那么，我们再往下啊，再往下看啊，这是这个李军旭墨出的这个盘口壶啊，盘口壶呢是继承了这个汉代以来啊这个盘口壶的传统的式样，不过是加了乔心耳，加了这个乔心耳啊，加了一个乔心耳啊，这是白瓷，隋代的白瓷。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排刻的关系啊，它不是按照那个上面那个历史发展的顺序。所以呢，有些瓷器的出现呢，讲到对原始青瓷、汉代的瓷器，那么白瓷什么出现呢？白瓷是北朝，北朝什么出现？北朝的后期出现，北朝后期出现呢，这个白瓷啊，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这是什么？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呢，这个到了隋朝，白瓷远远超过北方青瓷，啊，所以这个有很高的这个收藏价值，但是它在极有的地方。还是有点发青，还是有点发青，因为这个线条很饱满。一般的白瓷上化妆壶，一般的白瓷都上个化妆壶，所以它这个釉光呢也比较温润，还比较温润。这个现在隋代的白瓷是非常稀少，非常稀少的。这是北方，这是从北朝开始就使用这种深壶，就是杯子和白瓷。但这个白瓷呢，有的是白胎啊，有的是白胎，但是有的呢是灰胎，有的是袈裟。像我们在邯郸啊，在邯郸那个地方就发现了这个在邢台啊，就
在这个城里头挖在一个煤炭石器墓上，生产了很多这样的北石杯子，等于是以杯子为主，杯碗壶很多。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瓷窑的遗址，它是瓷窑遗址，瓷窑遗址呢就有一些碎片，碎片一看呢，打破一看里头的胎壶本，里头胎啊本是那个灰色的袈裟，袈裟非常坚硬，非常坚硬。但是它为什么北呢？一个是它配出了北玉石，配出了北玉山的台啊，它应该是不北的，它应该是发灰浅灰色的，或者是一个深灰色的。但是上了化妆土，上了厚厚的一层化妆土，所以就把那北瓷。所以北瓷啊，并不完全是北胎北釉啊，并不完全是北胎北釉，早期的北瓷，它有的是回胎啊，甚至有的是袈裟的胎子。但是呢，它主要是化妆土，它的釉面上有北釉的效果啊，有北釉的效果，就是像我这样子。这是湖南越州窑的出土的，你看有这个刻花，还有这个刻花线刻，是线刻艺术的。那么这个这个有这个一个带个尖嘴的一个盖啊，盖这种形状。那么上釉呢，底下也是比较全体。那么这种东西除了越州窑以外，还有四川的江柳九岭窑啊，江柳九岭窑，还有成都的那个青岩红窑，成都的青岩红窑，那么都生产这个青瓷。都生产青瓷呢，但是呢，四川的青瓷比较清秀，因为四川人还是这个南方的这个文化传统，南方的文化传统呢比较多，因素比较文化的因素比较多一些，所以四川的确实也是这种玻璃釉啊，也是这种浅灰胎，但四川的胎品比较薄一些，做的比较红一些。湖南的越州窑，湖南越州窑比较厚实，对吧？那个玻璃质比较强一点啊，这是一个辨别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辨别的方式啊，就是我自己啊，刚那个大学毕业出来以后啊，这个不啊，因为见的东西还很少，大学的时候就读了一点，也没有多少东西，我就始终分不清楚啊，我就始终分不清楚那个这个四川的那个隋代的和唐代的这个东西啊，跟那个湖南的越州窑啊生产的东西的区别。啊，弄了就糊涂，弄了就糊涂。哎，你看那个，它也就是这样一个那个釉，也是玻璃釉，都不清楚。但后来啊，我得到一个经验，我一下把它分出来了。现在你把它放在我眼睛看出来了，就是啊，他们的瓷器一个特点，都比较多的开片，都比较多的开片，开片呢，而且的开片比较深，也比较大。这个开片呢，也比较裸露，你看就比较裸露在外面。这个开片呢，要把这个周围的埋藏它的地方的人。这个黄土啊，就红土啊，这个土质的颜色深得到这个开片里面去，这个片纹里面，片纹里面，这个破碎的片纹里面去。但湖南这个地区啊，湖南越州窑的地方那个土是红土，红的呀、很厉害。四川虽然是称为红色盆地，但是四川那个颜色啊，那个红色盆地比较浅，比较淡。说四川的红色盆地啊，有点冤枉，其实应该是黄色盆地，它的土啊。微微的有点显黄，因为四川那个土红就不红，四川的土红就不红，微微的有点红。但是湖南那个地方，哎呀，就像我们那个椅子背一样，我跟你说，他那个我那一年到那个湘潭，到毛主席老家湘潭大学去讲学，我本来是要出国的，这个湘潭大学就到了长沙，就把我这个挡住了，说你一定要留几天，我们这里啊有日本留学生啊，你这个一定要来跟我们讲办几个。办一个讲座，然后你讲三次最多你讲五次，就做老师讲三次，我就去了。哎呀，一进到这个湘潭地区哦，这个满山遍野一片红的，那个地方的人呐、温度也非常的高，太阳啊也很热，所以那个地方温度非常的高，它比我们普通的那个就相同的，比如说20度嘛，它是722度、23度，很热。很红，它那个红土啊，哎，如果那个瓷器埋在地面，它那个红鲜红的土的颜色就浸透到里面去，所以整个那个釉面呢、青釉的釉面呢、微微发红，发那个红土的颜色，这个是湖南的，湖南有这样的，所以我一下子把它领悟了，一下子就把它分辨出来了，
哎，到后来到我们那个组里的人说，哎，你怎么想想出来？你想出这个来了？我说这个啊，这个原因呢、啊，应该从科技方面来讲呢，是一种奴役现象，这个染的嘛，染上的奴役现象就染上去了，有这个红色的土那个那个泥浆啊进去了，啊进去了啊，微微发红。但是呢，你一般来讲啊，它是它那个地理关系，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玻璃质啊，有的那个玻璃质还比较薄，不是很厚，玻璃质还比较薄，不是很厚，所以这个湖南地区跟四川地区的形式还比较容易分辨，还比较容易分辨出来。你看一过三峡万县，在万县出的一批唐墨，出现的青瓷，它同样是末端的埋出来的，它就没有这个现象。但是你看湖南地区啊，湖南地区很多的墓葬出的这个隋代的出土的瓷器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这个红土啊，在那个开坑里面伸进去染出来的这个土红的颜色啊，这是经验，最主要是经验，也没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这个或者道理什么之类的这样这样讲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场景亭，那么这个流呢做的很特殊。这个瓶呢，我要跟给你介绍这个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钧瓷，它叫钧瓷。钧瓷呢是印度话，是印度语，南亚地区的印度语，它叫钧吉嘎。钧吉嘎呢，这个在这个他们呢是用那个陶烧出来，它用铜。然后用铜金属物质打出来，它是这个宗教徒佛教徒这个侍神的用品，佛教徒呢用它装圣水，还有呢就是在供佛的时候，它供到这个佛前那个。那么呢，在南亚地区有的那个佛啊，佛手上就拿着这个瓶子，就拿着一个瓶子，在泰国啊，在斯里兰卡，在印度啊一些这个宗教的寺庙里面讲究这个。钧瓷呢，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发现福贵镜，就是发现呢，他到那个印度去讲学，他德高望重嘛，这个印度啊，这个佛学啊，这个很发达，高深啊，对吧？后来呢，他就渡过了这个包克海峡，渡了包克海峡到了斯里兰卡，到了斯里兰卡呢。他在那个地方讲经的地方是叫黎明寺，他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黎明寺呢。叫那个地方叫波多拉鲁瓦拉。那个黎明寺啊，他在那个地方，这个香火最旺盛，有5000多僧人，有那个和尚洗澡的池子那种东西。后来发现呢，取得了佛经啊，佛经回来以后呢、啊，在印度洋上啊，就遇到大风大浪了。因为打不到了，船又翻到维也欧土了，就不会下去了。后来的这个发现呢，就告诉这个船上的人，说其他东西都可以扔掉，包括袈裟、衣服、粮食，什么都可以扔掉，就两样东西不能扔。两样东西不能扔呢，哪样啊？就是一个是钧瓷，这是佛的圣物啊，不能扔。一个佛经啊，我们不要扔掉，因为它减轻了它的分量它那个佛。那个船呢、啊，就，所以他后来很艰苦的回到了祖国，那么他就带了佛经，就带了一个钧瓷。钧瓷呢，他把这个钧瓷啊，就供奉到佛前，因此呢，我们中国的瓷器呢，慢慢的就烧出了钧瓷。钧瓷过去啊，我们所见到的钧瓷啊，这个就是这个唐代的，还有宋代的，还有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钧瓷到了中国以后啊，把它美化了。钧瓷以后做出来以后啊，中国的钧瓷啊，后来就到了这个元朝以后啊，有了阿拉伯人呢、啊、做生意呢，或者中国的船商啊，又把它运到那个南亚地区，又把南亚地区又运到印度尼西亚地区，而且通过那个海上航线呢、啊，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啊这些这个南欧国家，这些国家现在的生活用的还用那个钧瓷。啊，拿着一个瓶子，啊，往里灌水，装酒倒酒，所以他们那个钧瓷呢，是中国传过去的，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的文化，它的那个吸收性呢是很强，但是呢，它的传播性也很强，它吸收完了以后，变成这个中国的东西，那么烧这个钧瓷的瓷窑呢，景德镇有，
啊，长沙窑有，长沙我还捡到过，越州窑有，啊啊，邢窑有，定窑有，然后呢，江西吉州窑有，景德镇窑，福建更多的德化窑，啊，还有那个安溪窑啊，磁灶窑这些都有，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啊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今天这一点呢，是我们所看到的京瓷最早的。京瓷最大体的就是一个长颈瓶，长颈瓶上面有一个撇口出来，然后在边上安一个碟，它没有把儿，如果按这个把儿做成一个壶，就成了直壶啊，饮茶用的那个直壶了啊。所以这个京瓷啊，就这样，京瓷这个历史文化就很值得大家收藏，有很高的这个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这些啊，你通过这些东西啊，可以跟他讲出一连串的故事出来，一连串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个佳话。那个法显当时取回来均是什么材料？铜的。那法显呢，就是铜的。还有那个现在日本、韩国，尤其是韩国，韩国的很多很多博物馆、很多地方博物馆都有金瓷啊，他们的金瓷里面也生产，他们金瓷，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是法显传过来，他们不知道啊，就这样。照一下啊，这是一个申茂型的白瓷壶，这个白瓷的这个申茂壶，白瓷申茂壶啊，你看这个最在隋代的瓷器来讲，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是一个最新的成就。但是呢，它毕竟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毕竟是300多年历史啊，请各位看呢、啊，仔细请各位仔细看呢、啊，还是比较粗糙，对不对？你看这个白釉还是不大成白，你看这个釉啊，极釉的地方还是发青，对不对？另外，这个帽檐呐、啊，这个深帽型的这个帽檐呢，还是比较厚重，对不对？还比较厚重，这个也比较厚重，这底下呢也是比较厚重，整个身这个身躯啊也是比较厚重，这个釉呢开片呢也比较大啊，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整个来讲啊，还是一种粗的感觉。只不过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赞扬它呢？因为它是隋代的啊，它是隋代的，它的这个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很高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这些呢？就是甲骨董出现了，就是鉴定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社会上就因为这个隋代这个我们那个很多的艺术书和那个陶瓷的书还有那个像那个美术全集的是吧，都收录了这样的作品，博物馆里面也把它当作遗迹文物，所以它有人们的讲课的当中也都必须要讲的，它好像叫隋代瓷器不讲这种申茂壶啊，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所以甲骨董就出现了。那么甲骨董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第一就是胎体很细，它用现在的白瓷，现在的白色的瓷土做的，它做的细啊，做的又细又薄又薄，胎体非常的薄啊，薄的呢，在这个细的像什么？像明朝的瓷器，跟明朝的瓷器差不多啊，明朝的瓷器一个，所以又细又薄，而且底下你看它这个底下实际上是不是很白的？不是很白的，有点那个，有点还是有点粗粗拉拉的样子。它绣的光溜溜的，就像那个明朝的瓷器的细沙底一样，细沙底一样，这是一个。它这个上面化妆图啊？上面化妆图？这个是要上化妆图，这个是要上化妆图，这一定上。但是现在甲骨董它不上化妆图啊，甲骨董不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做的很精细，它的口沿部分呢，它又是深帽嘛，它那个帽檐向外张扬，向外张扬。像这样薄薄的又卷过来，真像一个和尚帽子一样，真像一个和尚帽子做过来。那么它的顶呢，它做成一个薄顶，圆形的，薄顶做出来。釉呢做的非常白，又细又白，而且很多是不开片的。这个在国际市场也有，国际市场也有，在香港的摩洛哥的文物商店里面就有，而且他用那个玻璃罩子罩起来，非常的贵。他说这是隋代的啊，隋代的珍宝。隋代的白瓷最优秀的隋代的白瓷，那非常贵，大概港币要几十万啊，几十万，就他在卖，他在很出手。所以呢，那这个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假象。那么我们呢，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代表，
一个时代的代表，既要看他的成就啊，他取得的成就，他的历史地位，他的历史价值。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呢，它的粗糙，它的原料不够，它的这个工艺水平不够的一面啊，工艺水平不够的一面，它要掌握它的具体的特点，具体的具体的这个造型的特点。比如这个口跟那个竹之间的这个差距不是太大，所以这个比较缓坡的，比较缓坡过来。那么现在假的呢，它一个是这个幅度啊，它比较小，微微的有点挖进去。还有一个，它比较矮，它比较还比较瘦，它比较瘦。那帽子呢，就刚才说的，就非常的漂亮，釉的也很漂亮，而且它不上化妆图，它不上化妆图。那个真让人喜欢。我跟你说，有那样，你要这件东西跟他就是摆在那样，你宁可抱那一件，你不要这一件，宁可要那一件，不要这一件。他就是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啊，认识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要注意到些啊，注意到些。隋代的瓷器呢？这个辨别真假并不是很难，但作假呢也做的不多。现在隋代的瓷器价钱还不是很高，价钱不是很高。就这种隋代的这个一个呢是鸡头壶啊，一个鸡头壶，一个呢就是这个神毛壶啊，神毛壶，还有几个这个东西，还有相手壶、莲花针啊，莲花针，这就是假的啊。这些底部是啥样的啊？底部的处理是啥？底部的咋处理啊？就是平平的。底漆就是啊，就是平底，没有学问啊，没有啊，有细的学问，但是呢，它没有全组，没有全组把它抬起来，它就是平底的，往下啊，这是啊，湖南地区的啊，湖南地区的，这个盖子怎么打不上啊？这是要退出去，再往下啊，这是张世墨出的，这个东西就是回北手有这个徒手。你看这个扶手不是汉代的扶手，这是一个真正动物，真正的动物，有毛科动物吧，做上来的。它不像那个这个汉代啊、战国啊，那个用那个陶铁做的那个扶手，陶铁纹啊，对不对？怪事，这是很怪啊，陶铁纹。这两个字，大家各位朋友会解释吗？会解释吗？贪吃的啊！我跟你说，这个饕，它是一个动物；铁是美食，铁是好吃的，好吃的东西。就这个动物啊，好吃的不得了，很贪吃，所以它呢就吃，使劲吃，就只顾往嘴里放啊，就不顾自己的肚子。吃的到最后啊，肚子撑不了，肚子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嘴了，还在往吃，还在往吃。这样就是那种这种饕餮之徒，就饕餮，就只顾吃不顾，就只顾这个嘴上的这个享受，不顾肚子的后果，所以他就饕餮。铁美食，这个就是美食。这个饕啊，就是一个，你看就是一个动物，就是长了大嘴的老虎。就是对这个饕餮，所以这个叫饕餮，那骂人就是，骂人呢就是，这个饕餮之徒，哎那个，你就像个饕餮一样，像个饕餮一样，就是一个这个只顾啊这个他现在骂贪官污吏就是，那这个人就贪的呢，像个饕餮一样，现在不顾枪毙，他也要去贪，贪污之后怎么都顾着嘴。就是主持，所以这个饕餮是这样，就是这个，他这个已经不是饕餮了，不是饕餮，好像啊，这是隋代的这个，用就像那个金，就像那个打铁打出来的那个，所以有金属重器的那个环形，这个东西来看大家就是隋代还比较多这个，这个啊就是欧洲人喜欢，美国人喜欢，这个洋人喜欢他那种厚重之气。就是有点的阳刚之美，有厚作之气，就是喜欢它这个。这个还是这个东西出来也不贵，也不太贵。现在我们这次在香港市场啊，在什么地方啊，不大贵。那些大收藏家，你经济大鲨鱼，亿万富翁人看不上这个。他买一件东西，你送他的他都不要，你送他的，有一次你陪他去买东西啊，陪他去买东西啊，人家说，哎，你把这个买了，把这个买了，他不要。我说这个很有价值。后来人家说，哎，你把你买的我送你这个，他们都不要。
这些主要出土在哪里？啊？出土在哪里？就刚才来讲，那就把它放回去，好吗？啊，这个是那不那个不只是刚才的盘子，那这这样，哎，就是这个盘子，这个是北方，北方呢，就是一个出土地方的可能性呢、啊，一个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临城，河北省的临城和瑞丘早期的新窑，它有一个窑啊，叫做陈六庄。叫是陈六庄窑，陈六庄窑，这个陈六庄窑啊，它有这种东西出现啊，有宋朝的东西。然后河南的安阳窑，河南的安阳窑生产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是北方地区的。但是巩县窑有没有啊？这巩县窑的东西啊，没有这么厚重，没有什么厚重啊，好像没有看到，也会看他们公布材料嘛。啊，这样子啊，这个砚台叫狄杜砚，狄杜砚呢是隋啊到初唐时期的啊，狄杜这个就像一个水滴一样啊，就像一个水滴一样啊，水滴啊，这个狄杜砚啊，这个狄杜砚呢，这个啊，这个我曾经呢 啊这个因为我不大研究这个砚台，不大研究砚台，这个叫啊叫狄杜砚。啊，这个叫狄杜砚，这个狄杜砚呢，它是这个隋朝到初唐时期，啊，这是公文人的这个，这是一个很比较特殊，一般就是兽族，一个动物的兽族，但是呢，在日本呢、啊，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那地方有一个王族的墓葬里面出了一件那个三彩的，就是三彩的一个狄杜砚，三彩狄杜砚啊，日本人呢、啊，这个讨论了好多次的一个讨论会。在九州啊，在名古屋啊，还有在一个在横滨啊，都开过去了。而他们就是讨论会啊，他这个人他决定不了。第一，他生产地点决定不了；第二，他生产时代决定不了。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建议啊，说你们呢、啊，把这东西拿到中国去，拿到北京去找一个人，找李志燕，让他帮你，让他们跟你解决一下。这都那差不多有15年前了。所以呢，找我一下。我也不研究，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说你这找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不，你这个，这也是一个人呐、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难哦，很难哦，考死我了。我这个东西，砚台，我也不研究砚台。后来我就找我老师，我这怎么办？我老师说，研究，你下功夫去研究去。结果啊，我就把那个，凡是中国的砚台啊，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家那面墙啊排出来，一排出来了。排出来这个东西啊，这个最早隋代出现，然后呢叫唐高宗时期这段期间就是公元的6世纪到公元的7世纪的中叶，就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出现这个。后来我呢写了一篇文章，写了比较长的一篇文章，写了一篇文章以后啊，我就让日本人呢给他寄过去，后来给我出一本书，这么一本书，在日本皇族出土的东西，他因为我这个文章啊，它是用中文、英文、日文对照三个啊，为了占篇幅时间，但是那个排那个图啊，他很感兴趣，还是排下来。另外，他把他那个伐罪的资料啊，通通作为我这一本书的这个附属资料，这撑起来啊一本书，本来我是一篇文章，撑起来一本书。这那一本书啊，这个后来啊，他们又开学术会议，一开学术会议啊，就说不对了，说这个李志燕好厉害哟、哦，这个东西你看，他弄得那么的清楚啊，中国的砚台啊，你看中国的砚台那么复杂，你看他弄得一清二楚啊。后来大家说，重新出版，就让大家都来写论文，在日本的学术都来写，把我的论文放到最中心位置。出了这么厚一本书啊，用布面精装啊，啊，重重的拿回来，跟我送到北京来，啊，在上面写的叫砚啊，然后呢就是方砚啊，其他砚台出来，像砚台装饰啊，这是这个砚台砚台发展的历史啊，还是比较清楚的，往下，这样上。
啊，完了啊，好了，我们这个隋代的我们这个密色瓷啊，湖水绿，这个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比较民用瓷器，但是也是贵族也用的啊，也是这个是，所以这是最典型的啊，最典型的月牙青瓷。那么这个月牙青瓷在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唐朝的一个著名的文人呢叫鲁豫，鲁豫写了本《茶经》呢，把它排到重要之首，啊，把它排到这个国货瓷窑的这个第一位啊，重要之首。那么这个月窑青瓷啊，在这个文物市场，在国际市场非常的贵，啊，非常的名贵。因为这作为中国唐代的青瓷排在第一位啊，这个大家都收藏它。无论是那个私人收藏家，还是这个艺术馆、国家博物馆，现在哪一个博物馆呢？没有这个月窑青瓷啊，这个博物馆绝对是不完备的，啊，绝对是不完备的。因为啊，这个月窑青瓷在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出的很早。唐朝的时候啊，随着这个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啊，这个瓷器啊就出口，还有很多的外国人，比如说日本的学文生。啊，日本的这个求法高僧，还有一些商人到中国来就是为了买瓷器来的。啊，从越南啊，他们就是为了，所以为了买瓷器，所以中国的瓷器啊，我是在研究这个瓷器啊，我是把这个中国的航海交通啊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主要是啊，我是要探讨啊这个陶瓷发展的推动力。好，陶瓷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它是用高档消费品。那么陶瓷发展的推动力呢，有几个方面因素，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的需要，因为它贴近人民生活，但是它是高档消费品，所以就是统治阶层对它的追求啊，对它的追求，这个是很大的动力，因为它能保证资金啊，保证这个工匠啊各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社会的风俗习惯，比如饮茶啦、斗茶呀，这些东西。再一个呢，就是海外贸易啊，它这个中国跟哪些地方国家发生了海外贸易的往来和交流，那么哪个地方就有中国的瓷器啊，就有中国的瓷器就到了哪里。相反，如果我们古代历史上不知道哪个地方跟我们发生了关系，发生了海外贸易的关系，那么那个地方出土了中国的瓷器，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啊曾经跟中国发生过这个京津贸易往来，中国的海船就到了。比如说我到那个新加坡去，因为新加坡啊密色瓷，所以密色啊就是工艺之色啊，就是工艺之色，就是宫廷用的，就是不外露的。那么时间过去啊，就是这个玉密色瓷啊已经在学术界争论了100多年，究竟什么是密色瓷，哪是就哪一种月窑青瓷算是密色瓷，不知道啊，一直大家都是猜测分析啊，不知道。但是呢，就是陕西扶风啊，陕西啊法门寺，扶风那个法门寺啊，它出土了这个啊那个地宫啊，法门寺的地宫里面出土了几千件的文物。几千件，我其中有十四件的月窑青瓷，14件的月窑青瓷啊，那么它有一个赵无葬，皇帝这个向福舍利啊进贡的东西的一个赵无葬，那赵无葬啊是刻在一个石碑上的，一个赵无葬里面就写的有啊密色瓷啊，密色瓷一、密色瓷二、密色瓷，一共呢写了13个，最后还有一个没写上，那么。往下看好吗？我们往下看。这是水稻。这是水稻，这就是水稻的。上，这是水稻。那么人就往下放，一直放到唐代的啊，放到唐代，一直放唐代的啊。那么这个密色瓷呢？它呢就是那个胎体啊非常非常的细密，就是那简直啊真是像一块玉一样，真是无可挑剔啊，真是无可挑剔，没有丝毫的杂质啊，没有丝毫的杂质。而这个釉呢是玻璃釉，
柏林的绿色啊非常的漂亮啊，就是刚才有一片大的空白啊，这一片啊，这一片啊，就这个，就这个，那这一片啊，还有这个呢是典型的啊洁净绿色池，跟那个地宫的池呢是一样的啊，这是我呢到那个窑子里面去捡的啊，羽毛机捡的那个捡的这个瓷片呢，我每一次都去捡一些，每一次捡。现在我们家那个女麻袋，那个瓷片啊，背那个瓷片很重的，那个瓷片很重。我们呢这个学员呢，以后啊可以啊跟他们建议啊，这个我们到窑子去走走，在窑子走走。这个到了窑子以后就非常的那个，要在这个枯水季节啊，这个涨水的季节，那窑子都在水里头，这个瓷片都埋在水里头。这个枯水季节水一退了以后，它就上来了，它那个瓷片就出来了。出来了，现在到那个上林湖啊，这是有个船工啊，他啊一艘船工比竹他的船在上林湖周围啊下岸，带那个瓷片的去参观啊，去观摩。保护区呢是这样，保护区呢，因为我们呢，我们就说我们是学习。我们学习，我们跟当地的文部门联系，那么我可以跟他联系呢，我打电话跟他那个当地的文物部门的主任，还有他那个馆长，那个人呢，我可以。那么我们呢，到月亮星球的大概情况跟大家介绍了介绍。现在我们都能进入真正的角色，就是鉴定。因为讲这些啊，使大家进入月亮这个环境里面了，因为大家已经脑子里面也有上林湖了，也有月窑青瓷了。现在我们进入正题，这如何的鉴定月窑啊？鉴定月窑，这就是月窑啊，这是月窑青瓷。绿色瓷就是青瓷了。绿色瓷呢，是月窑青瓷当中的最高级产品，就皇宫、立宫用的嘛，宫丽之用的，这是它是这个宫丽之用的。这个绿色瓷啊，这个后来希腊语也翻过去了，后来与希腊语啊翻成希腊腾啊，希腊腾翻译过去了，翻译过去了以后呢，这个就转过来，就是宫丽，就是宫廷中礼藏的珍宝，就宫丽之宝这样的东西。那么后来呢，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因为大概是当时啊罗马人呐、啊，或者希腊人呐、啊，或者中东人呢、啊，到唐朝来了以后呢，就可能见到这个东西了，宫廷人可能告诉他这个绿色瓷，所以这样的东西啊，也许就到了欧洲，这就出现了希腊文的命名了，就出现了这个绿色瓷，他们呢叫做斯拉翠，以后呢就以后演变成了这个青瓷的代表，就是英文呢就变成斯拉通呢就是青瓷的代表。现在青瓷呢，是世界各国啊，都所有的青瓷都用这个名词，都用这个斯拉通这个名词。但是这个斯拉通呢，它一说出来，大家知道是中国制造的，这就代表了中国的这个产品就代表了这个青瓷的一个代名词，世界各国都用它啊，这个绿色瓷啊，这个呢是绿色青瓷的一种啊，是这个普通的青瓷啊，略微有点发黄，浅灰色的胎。玻璃的釉，但是呢，光泽呢不是很亮，光泽做工呢比较精细。它是唐朝的第一窑，就是它是比较早，唐朝的第一窑比较早啊。再往下，那么这个呢就稍微晚一点了啊，就是晚唐时期。那么这个绿色瓷啊，我们鉴定真假哦，这个绿窑青瓷鉴定真假啊，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看胎体啊有明显的区别啊，胎体有明显的区别，要同志们写的时候啊写大型，那底下还有几个小的分类啊，第一个是啊，它是这个第一是看胎体，啊，第一是看胎体，第一看胎体啊，就是胎泥有明显的区别，胎泥明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
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密色情齿呢，它的胎体就是一种，这种浅灰胎很细腻，加工比较精细，加工比较精细。但是甲骨董呢，甲骨董都分几类的，甲骨董的第一类呢，就是胎泥啊比较粗，啊里头呢含有一点的沙粒，胎体的表面呢表现疙疙瘩瘩的啊一现象，颜色呢发灰，但是那个发灰啊灰的不明亮不明快，发灰发乌啊，发灰发乌，所以它那个真品呢 啊它跟真品呢完全不一样，跟真品完全不一样，就是它的胎泥粗啊，含有细沙，表面疙疙瘩瘩的啊，包括釉面呢、啊、都能磨到磨这个结柱的釉面呢、啊、都能感觉到这个沙粒啊，感觉沙粒，颜色呢发灰发乌啊，这个就跟真品完全不一样。那么真品是浅灰胎，细腻温润，用手摸上去啊，就摸到玉一样的，很舒服，绝对没有疙疙瘩瘩的拉手的现象。这个是现在一些小作坊做的，小作坊做的一些那个啊、浙江地区啊，为了赚钱啊，一些这个小作坊生产。他们这个原料呢，就是在这个啊出瓷子，甚至古窑的那个生产瓷器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对玉窑无知，无知，他们呢原料加工不精细，或者根本就不加工，拿来啊淘洗淘洗就用。因为他们认为啊，越古的东西就越粗陋，越古的东西啊一定是越粗陋的，所以他们认为啊，古董收藏家是比较好骗的。他们呢，任何的东西只要你做得粗，做得简陋，做得那个不好，那么人们都认为是古的，因为古人啊，他们做的东西一定是粗陋的，所以怎么做出来都会啊被人承认，都会有人买。这类东西啊，在那个玉窑瓶子的加工中出现呢，早期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就出现很多，大概就是相当于80年代初期，上个世纪1982年、83年到92年啊，92年文物市场啊这个门啊慢慢打开。这个80年代初啊，在北京文物市场大家这个鬼市，叫鬼市，就是天不亮，天不亮啊就在做，就拿在后海，一个是在后海。一个呢是在复兴门啊，还有呢就是潘家园，但是潘家园还是一个小山坡，还是一个小山坡，就在这些地方啊，是鬼市，就是天不亮打这个去摸黑，摸黑买东西，天一亮啊就散了，天一亮就散，就是天津的沈阳道啊，天津的沈阳道就这些，那么完全是非法的，工商呢也要驱逐，文物部门呢也要追赶，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东西。这样东西呢，就是那个，因为越是这样的东西，外国人呢愿意猎奇嘛，他们也去干鬼事，他们也去干鬼事啊，他们也去买啊，这回就有一回在一个加拿大的家庭，就在一个国贸大教堂的国贸公寓里面，那么他就这个买了这个玉窑瓶子啊，买了一个大盆啊，什么这个钵啊。还买了一些东西，买了几件，摆在那个客厅正中的墙壁面上，那么用灯光啊，四面的照射，啊，闪闪发光，非常的漂亮。那么漂亮呢，啊，后来他呢就请人呢，啊，请我到他家里去欣赏他的这个请吃饭。请吃饭的第一个节目呢，就欣赏他的这个玉窑瓶子，玉窑瓶子啊，这个玉窑瓶子啊，你看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这个胎呀、啊，这个发乌，灰胎是灰胎发乌，而且呢，有沙子，明显有沙子，啊，明显有沙子，那个釉呢也不漂亮，所以呢，这类东西也有。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呢，这不说它名字，就第一小提金手啊，他也买了一件东西，他也请我看，也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那种这个小作坊。小作坊啊，做的这个玉窑瓶子啊，就是这个形式，这个胎体啊，就是怎么粗粗拉拉啊，粗粗拉拉。那么这凡是遇到这种啊胎体啊，粗粗拉拉的，这个釉面呢也比较薄，而且接触这个釉面的时候啊，就发现那种胎体疙疙瘩瘩的那个现象，不漂亮，
那么这样的东西啊，希望各位朋友啊，一定提高警惕。